完全没有人戴口罩，还是有一个。那趁着 Memorial Day 小长假呢，我们来到了Wisconsin 州的 Lake Geneva 这个小镇，算是这个州最热门的一个景点吧。来到这之前呢，我们觉得肯定都是封城嘛，应该也没什么人。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到这个小镇，还有差不多5到10分钟车程的时候，就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了。我们找了半个小时才把车停下来，所以你们看到街上全都是人。标题上写着 "Social distancing, maintain 6 feet"， 但是没有人。那我们现在在那个 Lake Geneva 旁边的 trail， 然后其实 Lake Geneva 呢，它是靠着那个 Geneva Lake， 对吧？反过来读 Geneva Lake， 然后旁边有个小镇叫 Lake Geneva， 算是Wisconsin 这个州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了。刚刚也了解了一下，像 Wisconsin 的话，现在也不是说全都开放，它是说有一些 county， 可能是也因为经济原因吧，就是有些 county 是开放的，然后这个小镇就是开放的一个州， bar 呀 restaurant 都是可以开放的，然后 store 都是可以进的。我觉得当地人也是撑不住了吧，再这样逛下去没有钱了呀，那对吧，那要么就死掉，要么就是破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有经济方面的考虑。然后今天这个地方人真的是太多了，比我们平时在美国很少会有见到这么多的人，因为像中国旅游景区了。对对对，然后像它这种地方的话，其实一年就6、7、8、9这几个月能玩，其实冬天的话很冷的，没有什么意思。后面有一大群豪车，像玩具车一样五颜六色的。我感觉老美们也是在家憋坏了，因为 Lake Geneva 这个小镇也是刚刚开放不久嘛，不仅说街上人满为患，然后没有人戴口罩之外呢，他们还组织各种什么车友会的线下活动啊之类的。然后说一说威斯康星这个州吧，其实这个州在美国算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亮点的一个州，如果放在人堆里也是找不出来的那种。像这个州的话，全州的人口还不到600万，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出名的城市之类的。他们以这个州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工业和农业种植业为主。我觉得唯一说比较有亮点的就是我们华人熟知的美国花旗参的主产地就是在这里，这里供应了美国97%的花旗参，所以说大家如果买花旗参的话，来这里买是最好的。然后这里也有一些农场，给大家提供参观。来到一家地下室的小店。那这个小镇其实面积并不大，大概花个5到10分钟可以把市中心走一遍。然后这边有一些 boutique 的这种商店还蛮有意思的，里边卖各种稀奇古怪的装饰品啊、家具啊，或者说一些衣服之类的。有点喜欢这个泡鸟，觉得这个跟咱们家装修风格挺配的。这店真的好好看。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然后外面的装饰特别的花里胡哨，各种马、象。它这是一个卖家居装饰品的店。家居装饰品店搞得像个博物馆一样，干嘛？对呀、啊。哇，这个真的好酷啊！是野兽。美国有特别多的这种 boutique， 然后家居装饰的小店，这是这个小镇其中的一家。你录一下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这个上面全都是一些不同颜色的这种石头做成的弹珠，它是故意现在少一个。OK， 然后我们刚刚那个吃完饭，后面就是 Geneva Lake， 然后这边沙滩跟佛罗里达沙滩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人山人海，然后都没有人戴口罩，这样。
像 Lake Geneva 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是反映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富裕阶层的一个生活状态。你看这里大部分都是以白人为主，然后美国的富裕阶层呢一般都喜欢住在这种湖泊旁边。像这种湖泊的话，一般它会紧邻着一个小镇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吃吃喝喝的那种。然后其他地方沿湖的一周都是建着豪宅，然后每一栋豪宅都有自己的私人码头。哇，这个房子简直了，市长的房子吗？就是面对着就是湖。哦，这里的豪宅真的是每一座都面对着湖，然后每一家都有私人的码头这样子。我喜欢这个楼梯。绝了绝了，来来来来来，再看一栋我买不起的房子。所以刚才以为那些都是有钱人，然后我现在觉得那些都应该是小喽啰，这个才是大 boss。然后我们现在是在 Wisconsin 州的首府麦迪逊，这边是有著名的 Wisconsin Medicine 的大学在这儿。然后这边跟 Lake Geneva 完全是不同的景象，像那边的话餐厅什么都是开着，所以人山人海。这边的话就跟芝加哥差不多，大街上就非常萧条。对对，这边跟芝加哥差不多，就大街上就没什么人了，而且吃饭也不能去店里什么的，然后那些 shopping mall 啊，那些 store 都没有开，非常的对，就没什么人，很萧条，偶尔零星有些车辆什么的。虽然同一个州，但是它没。哎，这个是Wisconsin 州的首府 Madison， 然后这个大楼呢就是这边的州政府大楼，看过去还是可以的。它是有点像那种五角星的，也不能说五角星吧。它这旁边那个楼是有四边形这样出来的，然后中间一个圆圆的高起来这样子。我们现在有点像去了寂静岭的感觉。这个地方按理说应该是 Madison 最火的一个景点，然后走到前面可以看到湖边的湖景嘛，然后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请记得订阅并且转发，我们下期再见。